好了，不要进去了，不要进去了。我已经三日三夜没有睡了。没有那么帅过啊！今天三日三夜没有睡了。部长，说这些三人好吗？哎，这部分我们在了解中，在了解中。那他们全部都会聚在那边，是他们的租屋处，还是说是年轻这边帮他们租的？所了解的话是里面某一个人租的，那大家好玩都聚在那边了，都聚在那边是一个大楼的一个房子。他们有说是被指使的吗？这一部分我们还因为刚刚人刚逮到，我们现在还在了解中。里面有没有未成年部分？哎，还在了解中。他们有承认说跟连千亿这一边有认识吗？这一部分我们还没有问到，整个的侦讯我们还没有问到，初步只是人别的识别而已，现在还没有去查到这个地方。所以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连千亿这边直播的人。还差不能确定。为什么？查获了那些凶器是有什么样的东西？他打了武器。我们在房间里面，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房间查到的哈，柜子里面的，或是说有些什么东西？都有，哦，有些球棒之类的。有枪吗？枪支啊。对于枪支，我们当我们空间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门外进去的时候，有听到窗户有人打开，我们就立即通知下面的人注意。结果从楼上丢了两支枪支下来，以及30几发的子弹，现在是逮到的吗？现在我们送验中才知道。